哦，我出去吃饭去，每次都带着他。有时我不带他，就给他买回来，比他很好。是吗？他不喝酒，一般不喝酒，不发脾气，对我还行。哦。就喝酒发脾气，他就控制不住自己。出这事还有别的吗？前几年我收拾房子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封。 一封信，啊，信封包着。我当时我还以为是他藏了什么私房钱，我打开一看，以为是私房钱。原来是一封信。一封信。是他残余有写给他的。十几年前的事儿了，你还说这干嘛呀？说十几年前了吗？他为什么保存的这么好，这么多年？他如果心里没有他，他为什么不扔掉？我可把你看到生气，我把他压在床底下。他问你为什么不撕掉？都过去一二十年了，我忘记了已经。 你在上面写着，这是我知道你，你有一个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藏了老婆，但是我就是忘不了你，依然想你，依然还爱着你。哎，你吃醋了？我当然心里不高兴。哦，这这是。二十年的事，你扯和啥呀你？这事就别说了吧，都二十年前的事儿了，现在他有什么毛病吗？这今天他又开始忘了。跟谁聊啊？ 他存的是从三十天开始给他一个女网友开始送生日祝福，三十天以后祝你生日快乐，六十天以后祝你生日快乐。还倒计时啊？倒计时，倒计时，再来你生日。结果他生日那天是凌晨，刚过凌晨，他又发，我是第一个祝你生日快乐的人。哦，他跟女网友就这么发？哎，他住过你生日快乐吗？他从来不知道我生日。我怎么没见过你生日？我不是每年都给祝福。等等啊！你不提生日，我还不生气。他不光不知道我生日，餐厅里他不知道我生日，他还给我喝我炒账。 我把包拉水饺给他吃，他好，他爱吃楼下的，我爱吃树上的。然后我生日那天，我包了树上的，他啥我不给他包楼下的，然后就找理由和我吵吵，吵了以后，然后我从外面，我哭着出去，你知道当时我心里多么生了，为啥不在你老公自己老婆生了，为啥你不知道我的生了？是是是是是。就说明我不，你根本不在乎我，你心里没有我。你跟他女网友什么关系啊？就说明我不，你根本不在乎我，你心里没有我。你跟他女网友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关系没有？我他。那你干嘛呀？他觉得我们好几千里地了，就是给他发个这个祝福。不是你发祝福，你发就行，你干嘛还倒计时呢？ 我们留了四五年了，就说聊了多少年了？四五年了，清清那个说好清透节，但是从来没见过面。现在我们不是所有的把我照片和联系方式都给他删了，我们一联系了已经。并且他手机里面，有这个女网友的几百张照片。手机里还有女网友几百张照片？各种各样的照片。啊、那不是照片，那是他的那个手机承包的唱歌。 我给他发的朋友圈里，带着这个烟的那种照片。你看，他发了朋友圈里，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他和他有暧昧关系，都知道这个女网友。你是不是三百？你是不是三百？他漂亮，这个女网友，他这个女网友长得是特别漂亮。啊，还好看。你漂亮，他漂亮，你和他过去，你有本事你把他追到手，你让他和他老公离婚，我和你离婚。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想，只是聊聊天而已。有本事你去找他。 你不是看中他漂亮，你不是三百他漂亮？我啥时候说他漂亮了？不是给他发了几首歌，就是带着照片，就是，我不都删了吗？联系方式。因为找我和他打吵一架，然后我病了，病了我住了，我是住了一个礼拜的院，他还认为他对我不闻不问，还认为我是无理取闹。啊，听明白了，这样的老公可该怎么办呢？找你们来帮助来了，你们看看怎么办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